在昨天新病例久违的下滑到1000多宗之后，今天新病例再次回到二字头，而且还有11人死亡。霹雳州前州务大臣阿莫法伊沙代表土团党和其他政党谈判来届大选的议席分配。那更多详细的新闻内容，请留意今晚8点，由我张奥斌，还有我李依林为您送上的八度空间华语新闻。Creams combined with the explosive taste of 2 crunchy wafer bites. Download AppPlayDo and play with your kids with KinderJoy. 全新 Eversoft Avocado 洗脸霜，蕴含180%有机植物萃取，给您天然健康肌肤。即刻购买，免费赠送额外25%。什么是信任？信任需要经过时间来验证，信任建立在良好关系之上，信任伴随着品质。我们希望这份信任可以为您带来自信及安心，让您无时无刻为他人呈现最好的自己。想到健康，想到汤参。您是否知道细菌会附在衣服、包包等织物上，且有风险被带进车子和家里。试试 Febreze Fabric Refresher， 它能杀灭 99.98% 的细菌，而且经过测试能有效杀灭病毒，同时散发清香。对织物使用 Febreze 就能杀灭细菌和病毒。试试 Febreze。Fabrice 由 Medifax 呈现。本期开始，我们的四组双声组合将继续进行他们的音乐切磋。今天又是一个大型的追星现场，然后我们欢迎张艺兴。我非常喜欢张信哲老师的所有歌曲，必须要称赞一下艺兴这边的编曲功力。我自己要改编的话，也会面临巨大的压力。Ever, ever, ever, I The Go Go季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八度空间惊喜碰撞全马首播。女儿，你已经叫敖广卫的鬼家伙拿下了，小龙女和母王去投了。斩草一定要除根。火罗院领令前往。万水金渊。亚洲精选哪吒降妖记，每逢星期至四晚上9点，八度空间仙妖斗法全马首播。古董车要配美女，这样才完美嘛。好。去见你的父母啊！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哎，帮你拍一个宣传短片，帮你包装成 Prince Charming， 一定会很喜欢的。他真的很体贴，我都觉得我自己很幸运有这样的老板。讲完了，你 OK 吗？目前 OK， 等一下就不知道了。你很面善，我们是不是见过面？子乐，你的眼睛怎么了？快乐王子每逢星期三及四晚上10点，八度空间笑对人生播出。一年一度约你共度元宵，欢声笑语，轻歌妙舞，精彩纷呈。祝愿大家阖家幸福，万事如意，元宵节快乐！2021江苏卫视元宵荔枝灯会，2月26日年15晚上10点30分与中国同日播出。八度空间祝大家元宵节快乐！